走投无路，人说我无药无可救，为何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们还落尽下世。现实残酷，可是我不想屈服，让你情绪波动的起伏，我却无法能安抚。无奈何尝试走出这低谷，以为最终我一定撑得住，决裂的粉身碎骨，体无完肤，眼睛模糊，我看不清楚，没有出路。于是我想起我曾听过却不在乎的名字，我尝试轻轻地叫一声耶稣，你是否能拯救？忽然间我看见一道光划破层层的烈日，我眼前竟出现有一条出路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的救耶稣，你是我出路。耶稣，你是我。